沙巴。蛋，那是蛋。沙巴。那我求你耶。沙巴。那当然是泰国虾的蛋。对啊，沙巴要怎么？那是母虾的蛋。这是泰国虾，那个是白虾。对啊。沙巴。泰国虾耶。沙巴，沙巴。都可以买哈。人家无搞啊，两百块了。不同品种啊，两百块就不同品种啊，三百。第四六八十十二，后边够无？够无？十七，要买十八。第四六八十十二。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十九、三百、三百、二十只、三百。
叫他星期二去支援他的话，下礼拜应该有机会。加满一百，还有两百，两百，无啊，最后的两百，两百块，怎样？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我人来，我来。鞋啊，有人要吃鞋啊无？来来来，你们来啊！看不下去了，啊，你终于想到了是不是？风把手打了，对吧？没什么了，没了，真正没了，无声无声的，还三百块了，三百了啦，无声啦，哎，三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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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，三百，哎呀，三百，三百块了没有？来这边，来，哇！先卖完啦，啊，多卖两块，卖完啦，多卖完了两块钱，还剩一点卖你一百块就好了，一百块给你，塞一百块，有买完再给你。哎呦，黄金仓不加了呀？呀，哎呀，两百了，几块嘞？两块嘞？三块嘞？两百块嘞？
你话我抬一百万，开百三啊，来了，三样起啊，去，一百一百啦。三万，两万了，你摆下桥会坑下了，伊摆先解决。我用摆，摆到贵啊。加少啊？几百啦，解决啦。几百啦，来一点，来一点。我们不拉鞋不？不拉鞋，有人爱话不拉鞋，不拉鞋，一百块。不拉鞋，不拉鞋。嫩的，嫩的，大只，嫩的，嘿，来头鸡头上一个。我要这个意思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我你不是叫我自己拿？啊，你要自己拿呀。好。大的就对了，你要几家呀？啊，几百块钱，几百。突然跳楼自杀了。来，几百，来。包一万块哦。来，过来，我要现金。哎，再叫，再叫。快快杀哎！有鲑鱼吧？鲑鱼，鲑鱼加，鲑鱼500块，大片的，大片的，厚的，大片的。你甩一股先，来煮好，今天吃空干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。甩一股有人来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我啷个摆了呀？再有人来了。你规只拢啊，佮全白，无人来，一百块了。一百块，再有人买。你今天这盐哦，佮多一袋一袋。啊，收到的，就讲。这鲑鱼对吗？这鲑鱼对，那个是不对啦。鲑鱼够几分啊？两百分。来，老板。现在能买到鲑鱼的赶快买啊！你们也知道蒸鲜已经不提供鲑鱼了，那你们就知道连蒸鲜都不提，都供生食级鲑鱼，你们就知道鲑鱼现在涨多少。河虾还有吗？有，来有。250一斤半的。哎，快塞，存到六千。你们要想一下哈。快塞。连全台最大生殖级鲑鱼的生鲜都不敢进。都不敢卖鲑鱼，你就知道鲑鱼多贵了。啊，那边怎么卖？加多卤。加多卤。爸爸。对。加多卤。来，加几块？来几块啊？再来几块？来500块。对啊，他今天开始供应了，还是现在供应的？不是每一家店都有。我。贵妇啊，贵妇。你要喝虾，什么喝虾？照样。没有了，看要什么嘞？河虾一盒1.5斤，300块。两盒算你500啊。虾子买两盒3斤算500。那这波人来啊？不
不是自然就降下来，突然来，是，你要知道，降价是看帅儿子的脚步，他不想降的话，他也会直接就回家了。500，三个，三盒500啊？对，对，三盒500。春季第年啊，不管那么多，一盒200。再弄来500先卖，500，弄来。你们给我看一下好吗？给我看一下好吗？400。我来看看啊，我来看看。哎，哎，叫我看一下嘛。啊。干贝。干贝可以啊。休息了。
去买咯。哎呀，八块三，真正的，我吃的。
来回去。哎，你要啥？花枝的加包卤。香牛二两鸡腿排哦，好了，我再跟他们讲一下。对啊，我明天高雄，我明天高雄。汤包啊，一包一百三，250。200给你啊，200啊。没了，后面都没了，200给你好不好？那加这个300。OK， 哎、欸。那这个也差不多。一包。好啦，要挂嘞，卖掉啦，也是要卖掉啊。不是，啊那个。挂没有了。啊？大只也没有，大只而已。好了，准备收工，我要准备收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拜拜拜拜。